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，然后现在遇到英雄是曹操，曹操是本周限免的英雄，反正我也买来了，拿了一把剑。哎呀，没办法，曹操出的早是吧？如果曹操出的晚，可能技能就不一样了。你看现在出的英雄多变态，一个个都是超远距离的。你看像对方的哪吒，对方的韩信，这些都早期。韩信这个皮肤我也有啦。曹操用的是比较少，主要是他一技能不会穿墙，是吧？谁设计的都不把他改一下啊！那么多英雄向前冲的都能穿墙，就他不能穿。那个谁，花木兰也能穿，花木兰能穿，所以他卖18000。曹操不能穿，所以卖13000。再想想这个刘备啊，每个人一样，刘备和曹操一样价。不过曹操有一个好处，也是不需要拦，对吧？咱就是直接去打兵线吧。那个毕竟曹操用的少啊，拿了个棒子。追击敌方，开始撤退。我拿 buff， 开始拿 buff。哎，这两人第三下，反正这前面跟花木兰有点像啊。第三下也能震晕人。毒帮小的斩杀，消，走，身上香了，香，别打我，我跟你家公子没什么，跟你家相公没什么大仇，咱们好说。我操，要死了，我操！他这个大招也是不好用啊，他这打人才有补血，不像那个程咬金啊，直接自动补血，而且还补得很快。决定我对你的估值。你说如果把程咬金的技能换在曹操身上，会咋样？我再跳，这个三段式跳跃。开始撤退，你不是很潇洒，你不是很潇洒吗？刚才怎么对我来了啊？开始撤退，咱不出去。开始撤退，再跳，再消，你不是很潇洒啊？哎，我操，又来一个，欺负你们家娘了，你就来找我麻烦。我死了，开始撤退，发起进攻。打在身上，像打得正香的时候，这个韩信过来吵，真烦人啊！捣乱，把我搞死了，搞事情。也低估了霸道的力量。展示一下曹操的技能，我要过去，就是不让我过去，太坑人了，对吧？花木兰怎么都能过得去啊？为什么就不让曹操过去？这么久了也不改一下。有的时候在这个野区打的时候，本来就想跑了，就因为他不能穿墙，跑不掉啊。这个可以加5层哎，释放技能以后可以打得更快，对吧？就差你们家了。在走路，每次上路都是两个人搞事情啊！消一下，现在先花，呦！谁飞我？啊，对方是哪吒，我看错了，死也要让你撞两下。不是啊，我是想把他引到塔里去的。开始撤退。哎，被哪吒黑了。我的天，我死的怎么这么惨？发起进攻。你直接死在墙角，
好可怜啊。哪吒应该克兰陵王了，兰陵王的大招会哪吒应该会看得见啊。我就不相信我在战斗能死三次。啥塔被拆了，曹操的 上场力好像也不是很高，老是碰到刺死我。你一个香香是不是看上我了哈？我跟你家的那一口是敌对的，不跟他打了，我就下路了。咱们去打黄，咱没削掉他。哎，谁？又是香香。再走路。呀呵。杀不死你！我操，又飞我！呀，要死了！我开了大了没用，哎呀，打得快一点的话吸血才快一点啊。哎，哪是韩信三番四次来捣乱啊，每次都被韩信搞死了。这韩信真调皮啊，哎我操，七杀了，干死韩信。一定要拿韩信开刀，起的名字都这么卑鄙。我操，没人头，好干他！靠，韩信太难跑了。笑一个。哎，这个曹操攻击性不管，我就要看上韩信，非要宰了这个韩信不可。死了吧！来，打这个，你要死就送死，成全你对吧？走路，跟我浪，削死你也是分分钟的事。这个时候不回家，哪吒开个大我就死了，恶心多草丛。这貂蝉傻不傻？我们追那个谁，追哪吒追半天，他不知道我们就在草丛吗？还敢直接冲过来，开始撤退。本来是想阴哪吒，谁知道他自己爱送过来。自己不看图呢。我拿 buff 开始撤退，请求集合。又是韩信，开始撤退。你对我的价值。又来了，发起进攻，我就不出去。发起进攻，哪吒应该不敢飞我吧？撤退，别打，散路。对方人多，快跑！开团，请求集合。开始撤退。哦，那两个怎么那么狠，还冲啊？宰了对方的韩信啊！
两个好溜啊，直接冲上去开团了。力量也会臣服我。人都没齐心开什么团，要像我这样专门拆塔。走了走了。削一下，砍他！貂蝉很嚣张，欺负我们家后羿，还带一个刘邦。居然没削到他！这开个大有什么用？霸气的走路姿势，对吧？发起进攻。不需要去支援了，已经搞定了。先打刘邦。哦，我操！出什么魔女斗篷？下来！这又来个谁？哪吒！这他妈要要是好狠啊吧！好能扛啊！怎么还打我？开始撤退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打点野，吸吸血啊，压压惊。咱就这么霸气的削他！哎呀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快跑！发起进攻！打我！不看看你够不够格？集合，进攻暗影主宰！发起进攻！请求集合。一了，力量。发起进攻，要打主宰了。开始撤退，发起进攻。韩信又来了。回跑，开始撤退。死了没？死了。发
那我放在亚瑟，经济不是很高哎。来打来打来打，开个大杆。已经打了打这么多血了。开个大打血，打什么都不去血，潇洒霸道的力量，就是这么霸气啊。开始撤退，警车集合，正在前往支援。呀，我打不过你们了，快走了。彻底强攻我操，还没血了。团灭了对面，什么死了死了。那我开个大去打塔行不行啊？开始撤退，打下去跑。哪个大个英雄不会穿墙？你告诉我，比炎黄都能穿墙，对吧？刘邦也能穿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咱不需要蓝，有技能就用。来，对打对敲。这不早死吗？哎，我操，斩杀浪费了！哎呀。慢了一步啊，没点到啊，怪我了。团灭吧。你们猜，你们猜，快点猜。哎，我操，要死。还不死啊，你们打个塔怎么打这么慢？再给塔射一下，我基本就死了。MVP 啊。